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刚刚特别跟哥提一下，我没有很鼓励哥用他的范本，但是你可以借用他的原件啊，比如说，哎，我觉得这里面哦哪一个角色不错啊，或哪一个物件不错，你可以借用他的，这个 OK。为什么哈？来，我们看这个好了，比如说像我刚好下载过这个信用卡的，因为这样会比较快。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只有一个场景？就是一张投影片，所以你知道它所有的内容有没有都全部通通放在这个里面，对不对？而且物件又很多，你觉得你这样看好看吗？如果你要改别人的，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慢慢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因为每个人做动画的什么习惯不同，这个人他这样做，另外一个人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做，所以其实你要改人家的有时候不好改。老实讲是不好改，哦，除非说你真的很熟悉的，那你就哦，我要找哪一个都没有问题，不然的话你就是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看哦，这是到哪里，这是到哪里，所以事实上，Enema 已经把我们从头开始做，是不是做得很简单的？你背景如果不选它的，请问行不行？可以啊，网络上有没有图可以用？有，对不对？有很多，你一样可以拿来用啊，只是他在说它不是它内建的这样子而已。哦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，不见得一定要用它的范本，但是你可以做参考。比如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角色蛮不错的哦，你可以把它怎么样，在这边，它可以把它存成你自己的那个什么，叫做图库。我看一下在哪里，有一个你可以变成自己的图库，好像在最下面这边。不是这个，哦，在下面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我的素材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借用别人的角色或者是那个，那你就可以拿来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觉得它哎不错的，我就把它放到我的里面来，这样子就 OK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是。跟各位提一下这个，那我等一下呢，来跟各位介绍一下网络上的那些资源，免费的资源你可以去哪里找，因为这上面的图库，总有一天你会不够嘛，对不对？网络上有哪些资源可以找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哎，这个我就先停了。